好了，全部弄完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然后把这个防滑链丢了，这防滑链是多余的，因为已经坏了，到时候咱再去买一副被子，以后好用。啊，到我们家大白上来凉快一下，好热啊！看我们现在的这个温度，22.4度，在里边是相当的舒服。搓个帕子。现在我们家这个水也全部都该更换的更换了，现在彻底的好用了。来，给你拿上来了。我们要玩游戏吗？玩吧。是那种跟电视插上的那种吗？对，对，玩吧。体感的。不会。这有啥不会的呀？这有啥不会的？一学就会。我没哪玩过游戏。一学就会。你让肉佐教你吗？要走了是吧？那我不穿这个，我上去画那个。我还在这儿，我还在这儿一个劲劲的整游戏机呢，还没弄好。还没弄好，回来再玩吧。这都出事了，我觉得。嗯。好，那个，咱们拿上去的游戏机还没弄好，那边就喊着要去小院了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小院。这不得先去。对，来，浪浪，哎，这个怎么到这儿了？浪浪去吗？浪浪去啊。浪浪怎么看我们小院去？我给他拿这个包给背上。那你还背那个包？这个包拿给你背吗？不背包不行吗？不行。浪浪着急的，不带浪浪了，不带浪浪了，怎么办？浪浪，不带浪浪了。哎呀，不行了！别激动嘛，激动个屁！你激动，进来吧，快快快，快进来！自己钻，钻又钻不进去。好嘞，好，要弄好了。丑不丑？你那个样子，啊？可以，可以了吗？可以了。好嘞，上来吧。这一大家子，出发。Hello，Hello。六个人，三条狗，我去。九个喘气儿了，走了。哎呀，走了。难倒呀，我。好，我们马上要到小院了，过来看看。这就是咱以后这个。到北京的根据地，嗯，对，好吧，大爷跟你顶熟啊。哇，这边这个小麦熟了，真的很小麦，黄嘟嘟味，这是今年的头茬吧？就一茬，就一茬吗？这是枣玉米，小麦和水稻，这叫春玉米。俺们这边不一样吗？俺们是一年两熟，黄瓜、豆角、小麦，让我除草这么大一片呀？这活想的不太一样呢，这活干的有点管不了，还有野菜呢，快去吧，这活干的有点多，大多喝酒再去，那是到了，你信不信你有点瘦，我们到了，那你又不吃饭又天天干活，钻到谁呀，家干活，钻到里边，这是坏了吗，小二姐没开锁，哦，对，开了，这是你的车吗，来，你给我乱跑，我要，你要干嘛，啊，到了我们的小院了，我要给你弄下去，小院子感觉还可以啊，就是杂草丛生，得需要好好的除下草。这边这一排房子，看看这个晴天姐花了小六万弄了一个这种，我之前想的是那种侧面直接可以下车的这种座位，对，我去，哎，咋嘞？把你的轮椅开过来，没有？
还能再往下放。哎呦，还下去了。啊，对呀，那你总不能跳下去吧？哎，张总，你可以从那边下来，然后一会儿可以你自己上去。哎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坐着上来。我还挺健康的。哦，能放那么低啊？对，能放很低。我去，它也可以停到一半儿。啊，也可以。好了，撒手。好了，下来。对，哎呦呵，这就很好下车了。对，见过这样上下车的商务车吗？来，大哥，商务，把你运上去。我不要，我害怕。这怎么上去啊？推上去。那就这么开吧。得搬。就这么开吧。不是，你一直按着，你就看哪个亮就按哪个就知道了呗。你刚才按的那个的反方向。哎。哎，动了吗？一直按着。完了，回不去了。完了，这回你赔吧。我去，这还有菜呢。看，香葱。那边是韭菜。啊，是韭菜。哇，小院。不是这个地怎么和我想的？这个是别人种的吧？啊，怎么那么大一片？这之前的种的吧？啊，之前那个种的。那不是有葱吗？嗯。咱们摘点就可以吃饺子了。对，你不觉得没事干吗？啊，原来那饭菜饭就全是活吗？你就分辨一下，这有我种的花。不左说。啊，你别管，别管花啊，哪个是花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对，都是那色的，我这哪有花呀？对呀，你们这是韭菜，还没开。我看着都像还没开。那狗尾巴草你种的？韭菜。不是，我说狗尾巴草，不是花还没开。你种的这韭菜怎么跟人家种的那个不大一样呢？凑合着吧，这什么品种？这种是自家种的，都是这种小小的。踩到这边，这个、对。这不是甘蔗吧？走，这哪是甘蔗？甘蔗怎么长？一人挑一间，肉肉想要哪间？这不是就平房吗？对啊，就平房。都差不多大。嗯。哦，这间要大一点，这间还带厕所哎。这间还带厕所哎。看看。这一间还挺大的。这一间房一看就是厨房啊。就咱们到时候在这边做饭然后吃饭的一个地方。嗯、大厨房。那这边得买个两匹的空调才行，这房子。嗯，买了呀，三匹吧，说是。姐说她不买那个立式的。买小的呀。她买挂壁的。买挂壁的扛不住。扛不住吧，我觉得这房子那么大。挂壁的估计够呛。来，过来给这边看看，这边是一口井，看到没？哦，这以前是厨房，现在咱们把厨房也换了，下边是井。啊，然后那个应该是下水道，都弄好了。冲跑啊！冲出来！看他们，绝对不空手而归，是开始摘韭菜了，你说这是？韭菜还，不过现在不摘，一会儿就没了。到时候这边开始施工了就没了。喜欢肉肉夫妻的话，点关注，强烈推荐，评论，转发。是要包饺子了是吧？回去。然后就我是这意思，咱是从头割是吧？对。先放地上吧。哪有？花碗，然后按韭菜。哎，搁到天黑不？搁不到吧，咱把这大的先。厨房，肉佐，肉佐的大厨房，这咋就不收回去了？我不知道咋收啊。我去，这厂房够大。超级大，这里边还可以，它只要有层高，它就凉快啊。我赶紧给我抓紧瓶了。
咱们过来是干啥的？我靠，我们过来是出谋划策的，结果在这儿拔葱。家里没葱啊？家里没葱。你不是后边要到时候要种这还有哪个？这点够我先留的，因为它后边这个我留了。哎呀，这没拔了，没拔好。这个太大。韭菜，然后我在割葱。哎，这个还有。这个是正宗的割韭菜啊。对，我可真的是太大了。哎，已经得了这么一大塑料袋了。那是我种的。格桑，看着手法。那是我种的。哎，种土堆上。手法。对呀、啊。那你得重新栽，这过两天就回田了。不是，我要种棵好的种子，我那种子还有的吧？有的。本来我还说等着人家再长一茬，他们说回头就这块地都给你起了。得了，赶紧吧，赶紧吧。这个味儿真的很足。好，我们过来看了一下小院，然后规划了一下，这边以后就是我们的这个房车的停车区啊，房车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准备做床车的一个停车区。这好留啊，这是保湿的车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你们现在都用这种割完韭菜吧。过来是正经割韭菜的，说清楚割的谁的韭菜。自己家韭菜啊。哎，正儿八经可以吃到肚子里的韭菜啊。啊，我们现在出去吃烤肉去。我们先到了，今天就在他们家吃一品香牛肉面。这儿他们这有可不从这儿走吗？没必要从那儿穿。哎呀，来到这边就得喝北冰洋。这个、常温的这不太行吧？来，气移开。好嘞。慢点啊，别激动。好，我现在就直接这样。哎呀，我头都晕了。对瓶吹。热的，好热呀！哎，啊，爽！不是在那个院里。哎呀，吃饭！不说了，给他就好了呀。今天就随便吃点烤串啊，吃个面啊，啥的，他们就吃这些。你把盖儿。我呢就吃点。哎，那能喝几口水呀？对，吃一碗面。哎哎哦。自己是干啥的都忘拍了都，只有只剩一块肉了。他们家烤肉挺好吃的，这不是烤肉，这叫肉筋。哇，他是不是烤的？是啊，他叫烤肉筋。都不想和你说话。让你去读书，你晚上非要去骑猪。是你，不是我。来来来，面谁的？这是我说。这才是你的正神。我就想吃一碗牛肉面。哎，辣子有吗？帮我拿点辣子来吧。来，今天我的晚饭就是一碗面，就少吃点了。最近这个吃肉吃的太猛了。有瘦肉没有？你没有？哦，吃了辣子。要不你来一个？不吃了。没有，我吃了。你就吃这个了是吧？不吃。那个大电宝没啥用啊，充了一下午电都充不上去，不知道那个电池是不是坏了，反摸起来觉得质量比较差啊。咱们现在就只能是，其实感觉拿那个不咋管用，只能是搭到我的这个电上面来。这咱要是真在野外没电了，咱得先给他充一宿电，那个大电宝啊，寄希望于那大电宝。完了我就说吧，带一些电子的东西，还要带一些能手工的，手动的哈，这样最保险了。我们一颗一颗拆。如果电动能好肯定是一颗一颗拆，这一头接到你的那一头。这不太好夹呀，那个位置。
正极。腹肌，大腹肌。先接你那边。腹肌。发动汽车，发动汽车，好，来。去发动汽车，小心线，千万不要套到线啊！千万不要套到线。但是国三的飞度。整个感觉这个发动机都在颤抖。他刚才颤抖都厉害，这车没出现过这样吗？是吧？太久没有电了，你得着车，等它充充电，给那个电瓶充充电。好了，搞定。那个一直得着着车啊，现在不能停。我知道，我去那个。你最好绕一圈再去那边，直接开到那个维修店，那也行，你给他反正就是多充一下电，充个十多二十分钟。